哎哇，闪光宝！哇塞，哎，什么东西掉了？哎，是个闪光版哎，哎，这边怎么这么多张卡片啊？怎么回事？哎，你看，这是黑钻，这是杨艳，哎，传奇，这卡片死人的呀，这么多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哇，是一盒荣耀，兄弟们，一盒荣耀！哎，喂喂喂！啊！完了完了，荣耀掉了，你们看这个荣耀，然后这边还有传奇杨艳，这个黑钻，哇，闪光版。 哇塞，还有两个玩具，哇，这么多！我们这边找一个网，哎，这个网在河里面，这怎么办？哎，你们看，这边有个网，哎呀，兄弟们，用这个网把它给捞起来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闪光板给捞起来，闪光板，哇，闪光板，哎呀，闪光板，哇，这里面可能没有事，没有事，没有事，好，我们继续。 好，现在把这个玩具还有传奇给一起拉过来。哎，哇，好重啊！哇，都是水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哇哇，一盒传奇，还有个奥特曼，是迪迦奥特曼吗？好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啊！来，把这个，这还有那个赛罗奥特曼，先把赛罗给捞起来。哎，赛罗赛罗！哎呀！ 哎哇，这个荣耀跑掉了，下去捞荣耀，捞荣耀！好，我的荣耀，来，哎呀呀，哇，荣耀，哇哦，不错不错呀！好，兄弟们，现在我们捞这个黑钻，黑钻跟杨艳，我们用这个吸铁石捞起来。呀，好脏啊，兄弟们！好，来了，哇，黑钻黑钻，哇！ 哇塞，好了，还有一个杨艳，来扔过去。哎呀，哎呀，兄弟们，这边吸住了，拿不出来了，去。呀呀，哇，拔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中。哎呀，不中。我们再来一次，回。好了，再来一次，中。 好了，兄弟们，来，哇，哇塞，哇哦，哇，哇，来，哇塞，哇，兄弟们，你们看，一个黑钻、杨艳、荣耀、传奇，还有个闪光版，两个奥特曼，来，我们看看传奇里面有什么，来，打开来，哇，都湿了，兄弟们，哇，五包传奇。 来，这个荣耀我们看看，荣耀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只有三包吗？一包、两包、三包，只有三包吗？这么点？再来看看这个黑钻，来，哇，哇，是四包豪华四包起，兄弟们，哇塞，不错不错，这边还有一个杨艳，拿过来我们看一下，打开，哇，是个积木盲盒呀，哇！ 这是盖亚奥特曼，我戴拿奥特曼，这个是什么？迪迦奥特曼，哇塞，哎，还有两包星辰哎！哇，兄弟们，你们看，居然在河边发现了一个闪光版，两个星辰，四个传奇，三个荣耀，哇塞，不错，咱们去拆掉，拆掉！哇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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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评论区能打出这个字的都是天才哦！好了，现在有人大家了，大家想不想看我的闪光版星辰荣耀？想的话给我点赞关注哦！ 哎，还没人给我点关注，等你们给我点赞关注了，我这台闪光版吧。来，先再豪华，大家记得给我点赞关注。来来来，一张SSR，好，看这一包。来来来，哎呀，又是SR，不是吧？今天运气这么差吗？来这一包，这一包SSR它了，哎哎哎，看到了看到了，SSR特价的买扣中型，一张 SSR 满星台也还行，来这一包。 好卡，好卡，来来来，哎 ，S 啊，今天运气不行啊，看来奇迹会给力了，兄弟们，奇迹给我给力一点 ，S 啊，好这一包，来来来 ，S 啊，来看看这个，来来，哎哎哎，哇，是 S S 啊，多少特卖，多少天爪，这个可以啊，兄弟们，那张挺帅的呀，好继续，哎哎，哇，兄弟们 ，L 加雷克奥特曼奇迹型，哇，这样不错，兄弟们，哇，好帅这个。 好，看看传奇，来，哎哎哎 ，S R，
好，这一包。看看看，哇，兄弟们，签名卡，梅占诺解厄。哇，这太酷了吧，兄弟们，梅占诺解厄签名卡六啊。好，继续，下一包。来，这个，哎 ，SS 啊，特地让他买长力型。好，这一包了。哎 ，SR。 好，看一看，哎，哇哦，兄弟们，一张尤啊，阿里盖拉牛，不错不错。好了，现在荣耀了，来，打开，看看看看，哎，哇哦，兄弟们，泽塔的买阿尔法装甲，哇塞，这可以啊，兄弟们，还有一张剧情卡，这边还有一张尤啊，斯菲亚梅加洛杰尔第二形态，哇哦，来再来一包，看看这个，泽塔的买德尔塔天装，这家好幸运啊。 看看这个，哎，又是张巨型卡，看来斯坦尤阿卡了，莫斯阿甲，最后一包荣耀了，来，这打算买原始形态，这边还有什么阿卡呢？又是张巨型卡，德凯跟特雷加，这边是张尤啊，斯菲亚跟莫拉，好了，兄弟们，现在形成了，来，我们看看，哎，哇哇哇哇哇，兄弟们！ 雷古洛斯啊，兄弟们，雷古洛斯，不错，来这一包，透明卡我们就不看了吧，透明卡就没啥好看的，看看这个，来，哇，是维克特利，兄弟们，维克特利亚，兄弟们，不错不错，好，先把闪光板了，来，拆开拆开，拿出来，这边是张银河维克特利亚特卖，哎，这个封面也是银河的，兄弟们，不错不错呀，兄弟们，封面也是银河的。 来看看这个，哎哎，是啊，SR，它这个SR怎么在最后面一张呀？来，继续，哎，哇哦，是啊，有啊，矮特星人，签名卡了，签名卡，签名卡，一般的话一个闪光板出一张签名卡，来了，兄弟们，哇塞，兄弟们，赛罗奥特曼，这个应该是17代里面最秀的一张卡了吧？哇哦，兄弟们，赛罗，蓝披风赛罗，这就牛了呀！那这一包就没什么好看的，兄弟们。 应该是SR 了，哇！今天居然开出这么多好卡，你们看，一张 WCR， 2张签名卡，2张 O 啊，哇哦！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小韩大机会，大家如果喜欢看我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赞关注哦，拜拜。